就是出现了三段，被钢筋挡住了，反正也跳不出去。看来这地方只是一个房间而已，找找有没有别的路。嗯，哎，这个细节可以的，就是我跳上那个上面有些墙上插着那个木杆，我跳上去会把木杆顶开了，木杆全部是有物理效果的。啊，这就很爽。那之前你可以试下冲撞，像那个灯冲撞，你可以把那个灯柱给撞烂。当然这火把不行，火把为什么？火把是光源嘛，全冲灭了就黑，就没光了。啊，这边来看，我的二段跳很有，就是这种气氛，就是你看我这样。看着速度。就像是火。哎，这儿好像这儿。不对，这是来的路吗？这是回去的路，这是回去的。前面显示有敌人啊，为什么？因为他又刷出来了呗。看来这边出不去。我们两个截击开路，你们殿后。这什么傻鸟？应该是我开路吗？我们快啊！你们那只能叫探路，我们快，只能叫探路。哎，又有敌人。这又有个东西，啥的呀？哦，奇美拉的化合物。黑水湖畔，回去。演示版中部分完整版游戏内容可用才对吧？这太垃圾了哇！这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又探索到了一个新地方，难道这就是最后的新内容？这个地方我送次序来了。你不是没进去吗？没有，我没进第二个，我进第一个了。看他，看看他那货要去哪了。怎么想很哎？又杀出来了！炮台，炮台了，两枪一刀。我用霰弹枪打到后背也是，一梭子。哇，看这边的房子，看到那边的房子没有？人呢？我在这儿。你过来我这儿。我来看到这些像是房间的玩意儿。嗯，这是啥？这还是狗皮。我靠，这横幅的柱子地方来，估计是。
然后不给控制人。啊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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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事，有他。我跑了球。我过去五秒钟，我回头的时候撞上了一个东西。这有一滩机甲，你看这有一滩机甲的尸体，这是巨像。放错吗？这是巨像吗？留在哪？我过去看一下。我上一次在这里的时候做了一个任务，也是帮哨兵杀了很多那个。你看这一套，脚陷在泥里了。他们俩怎么也来围观？我靠，怎么三个劫机啊？您自己看一看。我这个燃烧棒可以贴在金属表面上，我靠，这个磁力的呢，那是。哎，按错了。怎么，你也要秀终结技？我也秀终结技。你看一下我的狂暴皮卡。哦，实际上只是想按燃烧棒而已，就按错了。我看这是啥呀？你看我的腿，你看我的腿，你看我的腿。我想到了辐射76的动力装甲。你看我的腿，你看我的腿。我们两个截击。你看我的左腿啊！哎呀，完了，你把我顶开了，加速 bug 了，我的腿扭曲了。我看一下能不能截屏、截取、及时截取。45秒 ，OK。站在曾经战友的尸体上，这又有一套，这也是巨像，哇！发生什么了？哦，不，这是敌人的，你看后面那个电池，哦，不是后面那个燃料箱，这是敌人，这不是我。我们的人不用这么后这么落后的，哎，不一定啊。看这个，如果你装备了火焰喷射器的话，是不是你背上也会有两个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我不知道，你看一下这个，你看一下这个。这不就是个游侠吗？还是哨兵之类的。我看一下。对啊，这就是个游侠嘛，一毛一样。这是就应该就是被钉在上面了。你看他头盔是被掀起来的，里面的人肯定惨了。对啊。你再看看之前那两个东西，那两个握把。很明显就是游侠的设计。哎，这个水井还在转哎，这什么井？不知道，魔痕族那些人可能。你怎么又进去了？魔痕族那些虫。啊，那些虫那不可能研究说什么。那些虫那牛逼之类的吧。好像他们好像是那个创世圣歌有一次运转失误，然后就把人和虫混合，就造成那种啊。就是这个世界的控制面板，对。然后可以在里面输入个 TCL 什么的。有一种种族叫 Shaper。Shaper 是创造者，就是造物主，是一种高级文明。然后他们突然消失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留下这些控制他。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欺负小动物。外星兔子。抓回去吃的呀！你看，吃完了尸体没了，我本来可以拿回家吃的。比如说，红烧兔肉啥的，啊，那些东西其实挺好吃的。红烧兔肉是挺好吃。还是清小敌人吧。什么从天而降的掌法？那我那才是从天而降的掌法吧。你那是从下降的刀法啊，对，刀法。来，
攻一段，盾出两段，我来顶打，好吧。这敌人不行啊！哎呦，来了一大堆，爽到。我靠！你看这边有个精英怪，我就和他硬刚，我面对面和他刚，直接刚死。因为我无敌，我无敌，他能奈我何？他再强，他也干不死。哎，秘术师发出一条群，秘术师求救了，让他们一直待在外头。这下知道错了，不知道。哦，这附近有个神秘藏宝，这附近有个藏宝的地方，意思是。跟着那个谁吧。哎，你还记得那个我们上次看到一个士兵说这水下有那个有值得探索的东西。我打怪不掉血，我靠，伏击又开始完蛋了。我什么情况啊？是个啥玩意儿？都可以了。这个任务。原来还有我们没做过的任务，我还真没见过这个。超出范围了，我说只有我一个勉强的去找到，我有狙击枪，我可以尝试。我换把枪，这把枪射速太慢了。不是说他输出不够，就是不少。说好的宝呢？哦，来了。是有的。哇！四个稀有鱼镜，应该能合成一些好武器了。四个稀有鱼镜，然后还有一个稀有物品。应该能合成一些好武器了。宝藏还是东西呀？哎，这边有个有机材料。又是超满鱼
这地方能走吗？前面不知道。哎呀呀呀，太尴尬了。这树是怎么长得跟蘑菇似的？我看。树长得跟啥呀？长啥呀？那棵最高的树能上去吗？我什么玩意儿啊它？里面有蝙蝠。了不起的艾迪安，艾迪安是什么？哦、民间故事。我这次出征拿了好多宝。这个地方我来过。这树顶我要看看能不能上去。我拿过那个艾迪安吧。上不去都没事。真上不去，上面这个急流，我看。我如果从天上是这样下来的，我看过了，你那是刀法，我用过。但他这么转，自己不给自己转晕了，真的。我这个玩意会伸舌头哎。这玩意儿会把自己掰碎。这不你找蟹吗？你找蟹不长这样。你找蟹。你找蟹不长这样。圣歌里的泥沼蟹，都不像螃蟹，反正。那像蜘蛛老师说。我辐射是下了个帽子，我现在有辐射蜘蛛、辐射蟑螂，反正作者把能想到的虫子全加进去了。还有死亡爪有几十种变种，现在不只有几种。我跟你讲，我现在看我这个。这样，慢慢上升。我记得就是把摇杆拉到最后，哎呀，就有一种那个钢铁侠一的感觉。反正就算你开到最大，你也上不了平流层。还是要没有蹬下来，啊，刷一下就给掉下去。哦，对，还有，我们可以回到那个啥那里，回到要塞。哎，现在这个地图上的标记“大峡谷瀑布”不是“艾迪安之树”，为什么有个标记？是因为我捡了那个艾迪安的那个东西吗？原来没有，我来过这儿。反正我这里没有。你看地图，地图那个哦，还有那个魔痕之塔哦，是不是你找到魔痕之塔或者艾迪安树里面的一些一个文档就能解开那个印记？我觉得是这样。可能。
们隔壁有一个叫墓园的地方，我们要去看一下。可以看看。保持低空飞行，然后过热了，开始。来到了吗？没有，快！我看看。哎，这个你走过啊？哎，这里，这里，这里。这儿。对，你过去，你看看。这个应该是。我过来看这里。哦，还真的，我靠。飞进去。哎呦，上次我们来过这地方吗？没有。我不记得。好像来过吧。哦，这不就是那个啥吗？那个马蒂亚斯那个地方。好像是。我还记得这个地方。哎，这谁设计这玩意儿？哎 ，Steven， 你看这个，你看地上，你看地上走路姿势。你咋少了个手臂？不是不是，你看他，你看他走路的姿势。怎么了？他这个不是那个腿不是有三节吗？前两节是人的真腿，最后一节是那个高跷一样的玩意儿。嗯。但是你看，你他妈真的把脚都顶到屁股了，他妈走路的时候连脚都顶到屁股。呵呵，这是多少？就是你走的时候，我估计可能感觉的人都不好。你看这个粒子效果，天哪，震惊了！抬头，这画面太美了，实在是。是的，但是还是缩水了。哎，这是啥？伊奇美拉合金，哎，这边又有一个素材。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有的时候不冲刺，就以普通的最高走路速度跑一下，然后欣赏一下环境，就跳。他突然提醒我救助附近 bug 吧，或者在这个世界里有人倒了之类的。真的，我打算以后就是不做任务的话，我就不跑步了，我就慢慢的欣赏欣赏。没有，这不一样。但是这种美好的地方跑步，在夕阳下奔跑也有它的乐趣。不是跑太快就直接就没了，因为我们本来就在跑步了，他那个冲刺都用火箭推进器一下刷就冲过去了。没有，火箭推进器还是慢的。你没那个啥，你看这里。哎，有龙虾啊。不知道这是啥玩意，是不是龙虾？哎，操！有猫。你这跑哪去了？哦，亡命之徒、啊。哎哎，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个坏掉的巨像，是人类的巨像。但是它已经被烤焦了，我估计是火焰喷射器吧。你过来看嘛，因为这里有敌人。你稍等，这附近有好多可以采集的东西。我先就这个地下，我先被他们吊着打，我操你妈！我开无敌了，啊！现在这个还不值得开无敌。哇，这么强！他们怎么这么强？精英级的，都是精英怪。他们只是个亡命之徒，你妈亡命之徒还有法？传说级掠夺者，了解一下。哇，他们有个风暴，他们有个风暴。对啊，我说了他们怎么要法师。肯估计是叛军，不只是掠夺者，就是从那个塔西斯里逃出，就是跑出去一些人，就像那个马蒂亚斯那个分身一样，偷了个机甲。这货偷了个风暴，看来。哦，这个
我靠，这个法师好强啊！你干嘛啊？他们只有一个因为。我解决小的，我对付小的基本一刀两刀一个，打小的最有效率，而且快嘛。我在底下一直在清怪。无敌模式开启。出传说级的了，法师是传说级的。这个你看，我无敌，他也没有办法。王子，你知道他刚干了什么吗？怎么了？他刚刚对着我开了一波油加的大招。我看。我吃了他全部的飞弹。我剩下一格血。哦，他穿游侠甲。我靠，法师，我正面遭遇了这个法师。下来了，我的最佳时刻。你看我这机关枪速度抽的，爽到，我还有。哎，给你加个 buff。哪儿呢？你在打谁啊？那头上没显示哦。你在干啥呢？你看地图里有上有红点。没红点，我真没有。在哪儿？我这有，那你在前面，也就是这通过那堵墙壁，如果他们不是 bug， 那就。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还没仔细看这些塔是干啥用，我看看。你看你也看不出它干嘛的。能飞出去吗？这地方？不能，果然。这个慢速飞行就是跟走路一样的速度。这地方还会有什么大 boss 小 boss 吗？不知道，我只看到了一些不知道啥动物。咱俩就别飞了，这飞的也太慢了。本来就是来慢慢飞的。真的没问题。等我想这路在哪？在这儿吧。哎，底下有怪。又有个法师，在你头顶。他一直被我这个你说是这么好的机甲就浪费了。矿物，哇，这个矿物好炫啊！好爽，这是啥矿？其实好像随机掉。你家的好炫啊！
哎，前面又有一堆敌人。王又来了。我用狙，哎，我试试用狙打一会儿先。你先在前面顶着。哦，狙击枪爆头是能一枪死的，精英的话。没爆头是另一说。法师就要下来了，法师掉下来了，干他！把法师干死！我靠，怎么出来一堆？我开无敌！来！还有藏在这儿的，我直接砍死你！我操！又来一波，你太大了。是啊，是啊，精英级散弹兵。我去，这货穿那个。哇，他又我都快把他打，快被他打死了！我靠，刚才差点。我靠！有机甲的敌人就是不一样。哎，那边有个宝，忘记了。好吧。去哪儿啊？我，你不是你已经捡了，所以你不会显示，没捡会显示。我没捡啊，在哪儿？不是，就是有个大图标，你没有，就是你已经捡了。没捡的敌人掉落的宝会显示，你捡了就不会显示。哦，你路过就顺手捡了。走了，应该吧。现在是往哪儿走来？还是这没了？哎，有点无聊。他没有新任务。没有。我有点困，因为本来。昨天就只睡了五小时。我要回堡垒去合一下宝，仓库里满满的物品。来，接受自由模式。然后跑去辐射四。辐射四有人重做了整个任务线，就是你现在可以不从111避难所出来，你可以是个废土幽民，你可以是别的角色，都可以，就是完全整个主线的对话都改了，他太牛逼了，实在。我不找儿子了。语音呢？语音怎么办？语音他是从那个游戏里拼凑的，很厉害，真的。哦，牛逼，真的牛逼。不找儿子了。然后炸学院也没有负罪感了，直接说炸就炸。管他没有儿子，我才不是你爹呢，我才
我的游戏里角色才16岁，我哪来的孩子？你毕业是啥屌主线哎？本来以为他不是76，把主线做多好，结果没想到还是。物品已解锁，哦，新款标枪。嗯、战斗呼号，旋风。我靠，拿到一大堆好东西。护盾增强，哦，终极技能铭文，搜索大剑。都是这样的玩意儿。青岛他队友怎么不是？青岛他室友怎么永远在线呢？不是避难所。倒还没玩辐射避难所。